图跳跃。跳远比赛现在开始。嘿，嘿嘿，根据我的精密计算，跳得最远的一定是我。结果不重要，跳得最近的肯定不是我。我总不会输给胖熊的。大家表现都很好，这次跳远冠军可以获得两包山楂球。两包山楂球？这次的奖品一定是我的。胖熊跳得最远，第一名。怎么会这样？原来你们在这里玩跳远啊。米莉老师，大家知道吗？大自然中也有很多动物跳远能力很强呢。我知道，袋鼠、兔子、青蛙。没错，今天我们去海岛找出一些跳跃健将，将它们画下来吧。哇，又可以喝到我最爱的椰汁了。心动不如行动，我们马上出发。布布，好。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祝你们出色完成任务。哇哇，我们来啦。百变校巴安全抵达，布布。嘿嘿嘿嘿嘿嘿嘿，美味的椰子汁你在哪里呢？香甜的椰子配蓝天。谁在上面？好像是鱼。怎么树上会有鱼？哇，为了吃的居然还能上树，比我胖熊还厉害呢。我要把你画下来给大家看看。先画两只大眼睛。怎么变成独眼鱼了？胖熊怎么了？小鱼的眼睛不见了。什么？树上的鱼在哪里？树上怎么会有鱼呢？奇怪，我刚才明明看到小鱼就在树上。胖熊，一定是你眼花了。是小鱼，补补，你快看。真的有鱼。资料显示，这是弹涂鱼，又叫做跳跳鱼。
小鱼的眼睛又不见了。补补，你看，我没骗你了吧？原来这是弹涂鱼的特性，它的眼睛能够缩进眼眶里。哇，原来是这样，嘿嘿，太有趣了，我要继续把它画下来了。我看不见他了。胖熊，别担心，是时候让警长补补的追踪摄像机来帮忙啦。出动！嘿，现在看得一清二楚了，补补真棒！不用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不用担心，智能扫描仪启动。找到了，胖熊，快上车，警长补补的速度最快了。嘿，补补，再快一点，我要看见他了。没问题，交给我。补补，你的车窗上怎么都是沙子？补补，它藏在那个洞里了。小问题，等我把它挖出来。这也走得太慢了吧！安全守则第一条，泥地松散，小心驾驶。终于到了，在哪里？小鱼在哪里？我马上把它挖出来。补补，小鱼跑到那边了。好的。我看不见了。补补，小鱼跑去左边了。好的。等你走过去，他又跑了，还不如干脆像他一样跳过去呢。胖熊，你真聪明，让我问问米莉老师有没有什么办法。米莉老师，嗨，补补，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浅滩上的泥地太湿滑了，我走得很慢，帮不到胖熊画弹涂鱼。你们在画弹涂鱼啊？这是一种很特别的鱼哦。小鱼一蹦一跳很灵活。别担心，补补也可以很像弹涂鱼一样。真的吗？跳跳鱼套装，利用弹性的支撑杆，可以帮助你在浅滩上跳得更远。快将它传送过来吧，米莉老师。
长补补，装备跳跳鱼套装。我也变成了跳跳鱼，胖熊坐稳了，我们现在去找弹涂鱼喽。它在那里，这次你跑不掉了。弹跳模式启动，哎，哈！哎，哈！咦，换好啦！哇哦！哇，它还是游泳健将。你们看，这是跳跳鱼，它可以在陆地上生活。哇！怎么可能？哎。它还会爬树，在地面上跳来跳去，游泳还很快。我找到了，原来是弹涂鱼，它的鳃腔可以存储水和氧气，所以能在地面上生活。太神奇了，真想见识见识。跳来跳去真好玩。开心上学，大大的世界等着你，快快乐乐天天在奔跑，蹦蹦跳跳烦恼不见了。不不不不不不，消防队长在这里，不不不不不不，热血警长在这里，不不不不不不，护卫船长在这里，大家别害怕。我的英雄，我的英雄会出现，快点快点快点来到我身边，一路有你生活真的很安全。希望就在眼前，我的英雄，我的英雄会出现，快点快点快点来到我身边，一路有你生活真的很安全。